坐到那一轮，是进是退可由自己过问，接到了角色和剧本，而心和命写着芸芸众生。在几岁要热血狂奔，几岁要世故沉闷，人生无非叠加几种身份。在谁膝下无忧天真，几时成负中之人，之人心有道人。这是一份美的感的星辰，一轮青春，一盏灯，一抹尘，只见我们知晓混沌，纵情投身，离家的门，劳作的城，相爱的真，这是不能向后走的人生，只来一趟，多少管你不问，就当作命运在邀请你我验证，一个人怎样活江山。我曾被倾诉的伤痕，谁的目光却一想起就疼。每一个角落里的人